你的意思是，我是去去吃囝？青龙才是真正王家少爷。王永伯，我求你，你莫去讲，你莫去讲啊！一天总算让我等到啊！吼，我就是要爱你，受到报应啦！叶耀伯，讲的敢是真实？耀东，虽然讲你不是我亲生的，不过你要相信阿母，你永远拢是我心肝宝贝，我绝对袂因为青龙的出现，我就无爱你。你是当时知影，是阿龙要跟我讲，我嘛是最近才知影的啊。耀东。这件代志，你千万莫甲任何人讲，尤其是青龙，伊啥物都唔知影。我无希望伊对别人的嘴来知影代志的真相。有一天，我会向伊坦白一切。哪里我嘞？哪里我嘞？是阿母对不起你。耀东，既然你今麦已经知影真相了，那你阿母拜托你，你莫阁甲青龙作对，因为阿母真正不忍心看到恁阿弟仔互相伤害啊！啥物该做兄弟啊？啥物该做兄弟？啥物该做兄弟啊？耀东，耀东！哼，叫我甲迄个臭小子做兄弟，无可能啦！王家干那我一个大少爷，人讲也无对，冤家路头的，臭小子！王耀东，你，王耀东，你上着药啊，是不是啊？李官啊，你来点家？我甲这个臭小子做伙，敢讲恁两个在约会啊？是又搁安怎？又安怎？唔免你加报啦，约我出来是宝主，我只是才等伊尔。实在有够过分，到底有倒位，变袂过来认宝主啊？臭小子，你竟然敢欺负雷管！王耀东，厝内这种大小的软汤，还搁想要假死，打好死人！你这个臭小子，竟然敢贪我！啊，无安尼啦，咱来收输啦，输的人吼，就离开这个庄仔头，永远都莫再回来。啊，是要收输啥？我根本就不介意张雷管，我拄则不是讲过啊，我伫这当保主，谁知张雷管就希望厝人对我高高低。你的意思是讲，你介意的是保主啊？我介意啥？关什么地带啊？哎呀，不过宝珠对我来讲是一个足特别的人。啊，若是要选，当然是选宝珠。哎哎，雷管，雷管，你这臭小子，你上好会记你你今讲过的话。我的代志唔免你管，啊，搁有啦，你上好是甲你阿母管就好，莫搁有做伤天害理的代志。啊，若无，总有一天，我是会甲伊教死。你是在后面讲啥？我问你啊，你跟你那个姚伯阿母，当什么离婚刀？欧阳刀，我警告你，你以后若是再敢侮辱我阿母，我就袂放你耍。你这臭小子！哦，李官啊，阿在想啥？阿爸听讲，迄王耀东佫为着你，甲别人起冲突了。你若真正无介意哦，阿爸替你去王家讲好清楚。啊，是讲入代东家，有人追求是好事啊。莫参像迄宝珠吼，迄无人爱哦，就凄惨嘛。对吼，我哪会无想到，
会当甲林宝珠、甲王耀东杀作对。阿爸，你莫安尼讲嘛，若无你着大发慈悲，替宝珠讲亲情。听讲哦，伊偷偷啊介意耀东足久啊咧。哎，我替宝珠讲亲情，迄无可能啦。李冠啊，你当时开始这么关心宝珠啊？阿爸，我会安尼想，拢是为着你啊！你毋是希望我留一挂好名声，互人探听，我毋才会好心，想要替无爸无母的宝珠来开恩缘。这，阿爸，安尼毋是拄拄啊好？惠弟啊，我嘛无介意有动，若是宝珠甲伊成亲，伊就袂过来烦我。而且你嘛唔免烦恼，甲王家美定会拍歹关系，安尼唔是一兼二顾，无哪兼思考。你这戆囡仔，阿爸根本就袂烦恼，甲啥物人拍歹关系。阿爸的烦恼干那你啦，是讲你即马会当安尼替别人想，安尼真好呢，真正是大汉啊！请请请。今仔日哪会这罕见？有闲来罕下，来，请坐。我请下下手人吼，传个高级的点心给你吃。免这麻烦啦，我今仔来收一件重要代志要甲你参详。有代志要参详哦？敢讲是米要起价啊？今年唔是风调雨顺，大丰收啊？放心啦，我今仔来唔是要甲你讲生意。我是要来讲婚事，讲婚事，张老爷，是不是李官愿意嫁我？那是安尼真好，我赞成。只要能跟你张家结亲情，那日咧庄仔头，阮王家米店就是上大景的啊。等下等下，你是不是误会什么呀？我唔是替李官来讲婚事呢，我是替宝珠。宝珠，我袂。张老爷，你唔是甲宝珠因家有冤仇，哪会雄雄咧替伊讲亲情？唉，代志已经二十年啊，我嘛应该放下。你放心啦，这宝珠算起来嘛是外围情侣啦。你若是会当娶宝珠入门，咱两家就算是结亲家啦。以后我会比哦。会当卖你较俗的，安怎？这阿爸袂用你啦，我袂当娶宝珠，迄个家都袂剃扫帚啦，迄若娶回来吼，会带衰咱王家啦。张老爷，实在真实的啦，讲起来吼，是我无迄个福气，娶宝珠来做我新妇啦。不要紧啦，你若是不愿意娶宝珠入门，好，我明仔才开始，我会比卖阁卖好王家。哎，丁老爷，丁老爷，你是咱庄仔头上大的地主，啊，你的米若歹卖我，我王家的米店真紧就要倒啊！娶还是唔娶？一句话，好啦，第两天啊，我就叫人去林家提亲。哈哈哈！哈，那你真好，我伫厝内等你人听啊。阿爸，阿爸，袂用你啦，袂用你啦，算我求你好无？我袂当娶宝珠，因为我干那爱内管你一个人尔啦。这不是恁该决定的代志啦。想叫你要出事的王家，阿爸，阿爸，阿兄竟然为着几张符啊，就怀疑秦良的身份，佮不准我嫁给伊，这嘛太过离谱啊！是讲这符啊，到底有甚物用途？解元超毒符，师傅，
你讲这是改弯敲豆腐，啊，笑蒙一下哦，这有啥物用途啊？是用来奉请亡魂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。通常一般正常人未有这种符啊，你是安怎这张符啊？啊，对，最近家了，不是真侪家和妖怪抬死，哎，遐家身躯顶哦，拢有这张符啊啦。我嘛是为着赏金啦，才想讲问看卖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不过画这张符的手路，我毋捌伫这个砖头看过，敢若是外地人画的。外地人？嗯，小姑娘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为了钱财去对付妖怪，这种代志不是你会当应付的。我看你也是较早死心的啦。师父，多谢啦，我知影。敢讲青龙真正是妖怪？无可能啦，伊一定只是看遐假可怜。在伫妖怪抬死假了，才偷偷啊，把符啊戴在假的身躯顶。奇怪，林宝珠咩老妖怪符啊？我也是倒来看卖。真无简单，才等阿兄睏去，我才有机会偷走出来。我是袂放心，不管安怎，我拢爱亲目睭看着，来证明青龙的清白。青龙，是。快点，快点，妖怪就在头前啊！哈，给侬烧了啊！妖怪这么可恶，我抓到，你就怕我死啊！奇怪，林宝珠的头差哪难吃？够早啦，我早就知影你是青龙啊！宝珠，你听我解释。佮有甚物好解释？拄只伫家凉哦，我看清清楚楚啦。无猜我这么相信你，想袂到你竟然真正是妖怪。我唔对，我伫村民讲迄个妖怪。二十年前，阮阿母为着叫阮阿兄向天公伯下愿，把我生落来。只要乌云大会时阵，我就吸收万物精气的能量。所以，我会当用这精气替阮阿兄赎命。所以，你杀死遐个家，拢是为着救你阿兄啊？那是会当选择。我嘛无想要杀遐无辜的家啊，所以我就甲因大夫啊念经互因听，希望后世人莫过来做众生来受苦啊。等者，你讲你会当吸收万物的精气，啊是安怎你甲我卡着，我煞无代志啊？这我嘛感觉足奇怪，我只要梦到你，我吸收的能量就拢无去啊，所以我才会讲你是我的救命符啊。你真正我的救命符啊，只要有你伫个。我恐怖的能量，就拢无去啊！原来你是咪安尼才甲我闹的？哈？啊！
我想你一定是惊着哦。不过你放心，只要阿母找到祖先祖，甲我阿爷起心回心以后，我就会当问到杀生啊。不过伫个进前，你敢会当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啦？我嘛唔知啦，这下哦发生许过侪代志啊，我搁爱想一下啦。哎，阿祖。林宝珠，搞出来！王玉东，你带人来阮家是要创啥？创啥？林宝珠啊，你卖个假啊！你是不是妖怪啊？哈？你卖后白讲哦！我宝珠啊，是我自细汉穿到大汉的，伊哪有可能是妖怪啊？恁讲话要凭良心嘞，卖甘冒不听不乱啦！无乱人，你爱正骨性，好啊。林宝珠啊，这支头叉是不是你的？我这支头叉是我当出代志的假料捡到的，因哪会当做证？林宝珠，是安那你的头叉会当假料里底出现？还有。啥啦？三更半暝无代无志，你去街寮是要创啥？我阿那无话通讲啊！来啊，把这妖怪抓起来，以后咱整个头都会变正啊！哎，听讲宝珠这条妖怪呢？真是，真的啦！我好黑，长好垮。宝珠，宝珠，宝珠，宝珠！你这摆是要倒？有人替你担罪，真好啊！袂用啊，阿母，宝珠拄好温情，我袂用让大家误会伊。阿母不准你去，安怎？你要听阿母的话是无？我今天不是妖怪，你给我回我，你给我放开啦！哎呀，拜托的啦，你给我放开啦！那头车真是无识你，伊那伫街条的，你也超清楚啦，拜托的啦，宝珠。哎呀，不，真好笑呢，什么无识你的？还佫有一件代志啊，是咱南山的妇人，互伊吸到以后，就全部拢好起来。这明明哦。都是套用妖术的阵。我这是你要抓那个妖怪，为着你，我哪已经牺牲家己的清白啊？够不过，你就成全我甲清凉好不好？我不是讲过，千万袂当甲这臭小鬼做伙。咱有共同的目标，林宝珠，敢会当为着我，甲伊解决掉？朱新珠已经这么任性了，你来当活起来。下礼拜同一个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戏说台湾》《高公三王》。周末现场，恭请三王公来办事了后，王公就不愿意离开，讲要做活动的。后来甚至阁多化一位富人郎，成为做生娘娘。阮三王公的做生娘娘哦，其实
就是我的老母，就是阮庙的起灶人。当初要起这间庙吼，阮老母安尼奔波头十几年吼，而且建造才落来。啊，迄当时吼，其实阮老母的身体就无好啊。我有求王公吼，该延寿啊。尾后我就甲讲吼，无嘛要等甲立庙完成吼，啊尾后王公有答应，派一道符令吼，讲伊要走的时阵吼，化阴阳水，该抹咧嘴，到时你去地府吼，领恁个咱三王公吼，这些吼修行。蜜蜂宫这位护林人的魂魄原本是附身在一支灵旗，经过三年的修炼，三王宫只是雕刻神尊，任命为做神娘娘。路顶照孤影，寂寞伴孤单，谁人了解我的心情？月娘探头笑我无伴，我的心疼你怎无感觉？咱无爱歹面相看，爱你笑命命，亲像天之月，你永远做伴。你是山，我是云。甲你念笑话，就算行动也是袂有。